家好，我是九龙站中原地产阿 Win， 现在我会带大家参观君临天下一个三房的远景单位。单位的使用面积是1054平方尺。一进大门的右手边是厨房，厨房是 U 字型的，非常宽敞。对面是工人套房。这个工人套房呢，它配有冷气机，也有窗户，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来到客饭厅，客饭厅的间隔很分明。这边还有带有一个大露台。我们走出露台看一下景观，可以看得到海景，主要是九龙站的平台远景。很舒适，很安静。这个客饭厅非常方正。这个浴室是带有窗户的。我们来到第一间客房，第二间客房，这是主人套房，主人房的浴室也是带有窗户的。房间都十分方正，三间房间还有客厅的景观是一致的。